我在我的家里面其实真的是可以说是健康宝宝，就是几乎是不生病不感冒，不像我们家是三天两头都是感冒。然后我不烟不酒，然后又爱运动吃水果啊，就是作息也很正常，是就是怎么想也不可能想说 我会得癌症，是对他们完全不敢跟我讲，是就是他我妈知道报告确定结果，她完全不敢跟我讲，她只是一个人躲在房间讲电话，然后哭偷哭，哭也不敢让我看到。是直肠癌就是要做12次的化疗，12次，对，12次化疗。那一开始呢是先住院3天，连续打3天的化疗药，这3天就已经很不舒服了。然后之后的回家会再一直就是吐啊，不舒服，冒冷汗，全身上下，反正就是一个说不上来，就是一个很痛苦的感觉，就是连续7天。然后之后你的食欲会恢复正常，就是7天要连续补充营养吃东西。是，然后在下一次化疗之前就会先做一个抽血的检查，然后确定你可以再进身体够健康，能够应付下一次的治疗。医生是跟我说不会掉头发，是因为医生说哦，只有乳癌会掉头发。可是我差不多做到第二次还第三次的时候，头发才一撮一撮。哇，这是女生的第二生命哎！如果头发掉的话，我相信没有一个女生可以接受得了。对，因为他说哦会呕吐啊那些什么，我都还可以接受啦，我就自己慢慢度过。可是掉头发，因为我一开始是没有想说我会掉头发，真的是全部地上房间都是我的头发，我就是很不能忍受就是看到头发就是要把它洗干净的那种人，你知道？是，所以我每天看到我头发，我心情真的很不好。因为一般我们用那种香气很足的，就是香气很扑鼻的那种，就可以感觉到它是不知道加了多少香料，对，化学的东西。对，我就觉得在洗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说，会不会很伤害我的头皮？然后因为我本身的头皮也是容易出油的，就是每天都要洗头。我用了康定，大概不运动不大量流汗的话，可以维持2天不用洗头，不会马上出油，所以它就是可以让我头发好像有可以呼吸的感觉，就对啊。然后而且洗完很蓬松。只要你在以下的活动时间呢，帮我按赞，然后分享，然后 take 3位朋友，我们就会抽出3位幸运儿，所以喜欢的朋友。